5.练习一声调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朗读 二二二三反反三思死四 四那哪哪哪那儿灰灰毁毁灰学学雪雪削 小笑笑滋子子子子子西西洗细细二儿和儿化韵儿童 耳子耳机耳朵二百去哪儿去那儿画画一下好玩三变音变调杂擦撒得 测色字词四读粗苏攒参三脏苍桑粉参参增层 增字典词典四天再见彩电现在比赛祖国促进彩色猜测速度 地图杂技才能村子孙子送行送信昨天错误所以作业擦肩 哦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这是参加、增加、散步、雨伞、最后、随后、打扫、拔草。四、认读。一、今天明 天昨天再见去哪儿去那儿去银行注意哪儿那儿都是儿化音去银 行去学校去天安门对不起不为轻声没关系细为轻声星期一星期
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天，星期几？二，你去哪儿？我回学校。你回不回？不回，我去天安门。再见，再见。三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五，完成绘画，请同学们背诵课文内容，并完成以下绘画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天安门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回学校。再见，再见。你去哪儿？去天安门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我回学校。再见，再见。三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六，交际绘画，课堂用语。我问，你们回答，好吗？好。对不对？对了。懂了吗？懂了。二，问星期几？今天星期几？今天星期一。三，打招呼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天安门。七，写汉字，请同学们将以下汉字按照以下笔顺练习完成。今，二，三，四，关，心，七，几，回，笑，我，那，哪。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第四节课学习的重点内容，请同学们回去背诵课文内容。二，练习声母 z、c、s 的发音。三，练习表格内的发音。四， r 和 r 化韵，书写规则是本课重点也是难点，需多加练习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